中国国家形象片。你看，章子怡、范冰冰、周迅、张子玲，这是世界小姐，然后中间坐的杨丽萍。我觉得杨老师是最美的，最美的。杨老师，您批的这个是？是苗族的，从民间里淘来的，然后没有做任何加工。您这个呢？您这个衣服呢？这个是一个大被单。就是古老的两被单，被单改的，因为那个布都朽了嘛，然后把那个花剪下来，然后又贴在一个新的这个麻布上面，好有感觉啊！下次帮我去收集一些大被单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我家有一条，我从小尿到大的，谢谢啊，把那些地方剪掉，好不好？各种走到哪儿都是最瞩目的，而且你也特别敢穿啊，可能跟我们少数民族的那个习俗有渊源，这件小坎肩是根本就没动过，它就是民间的。您就穿来了，关键是您的那个包，那篮子，好时尚啊！媒体见面会您就提个篮子去。因为小时候也习惯用，去捡菜啊，去买菜啊，都喜欢提个筐。可是，一样是篮子，你看我们挎着，我们挎上跟老师挎上就有差别。来试一下吧。这个筐的问题是它不够朴素，不够原始。你看我那个筐，它视觉上就是很怎么需要我们拿这筐走个秀吗？那个骑机车的男孩。特别像那种法国的那种什么禁卫军啊什么的，对对对对，挺里头那种感觉，对，高帽子高帽子，没关系，这几个都给你嘛。杨老师被我们吓跑了，看出来欧弟有创造性，他敢往头上戴。其实民间里面老百姓都是这样，比如说他看见那个牡丹花，他不就用想象，因为他们也没有学过美术，他们就会画到衣服上，然后绣出来。我看你们刚才老盯着人家指甲在看，那这指甲长，我们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好有特点的，对，是真的假的？你认为呢？这话说的，你认为呢？是是吧？啊，我不敢认为。韩哥，你那是化骨绵掌吧？但是有这样的指甲，你平常这个玩不干活，你发个信息你也发不了。不发信息，那洗头怎么？洗头这多方便呀、啊！电脑都多啊，对。这个呢，您平常真的日常生活会不会不便呢？拨电话键是要这样。拨电话键用这样、用关节，用关节，摁电梯也是这样的。其实我觉得很方便，因为这个指甲已经留了40多年了吧。前后吓我一跳，因为一个指甲留40多年，那得多长啊？出门都得这样出门啊，因为这个指甲呀就被好朋友张纪中就看中，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演。梅超风好漂亮、这是最漂亮的梅超风了，最美的梅超风。我们那时候在看83版的梅超风的时候，我们一看他一出来就怕，因为他那个笑声怎么笑、就这种笑声。这个梅超风一出来，我们光觉得出来时间短了。对，哎，听说您身边也有一些特有仙气的朋友，杨二车纳摩，哎，龚琳娜，龚琳娜老师，萨顶顶。这杨二车是我们云南人吗？杨二车他到底姓杨还是杨二？还是杨二车，他这个是少数人的一种叫法，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罗罗巴斯，所以少数民族很多都有四个字。那他应该在家里排行第二个，应该是。他姐姐叫杨一车，杨一车纳姆，杨二，杨三，杨三车纳姆。呵，好嘛，杨家将。跟龚琳娜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因为他到云南来，我们就认识，特别能谈得来，因为他也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创造和。东方的印记很独特，对，很独特。顶顶呢？顶顶非常喜欢云南，隔三差五就会跑云南，我就认识他了。我们这个舞剧里面还专门请他跟我们写了一个主题曲，叫《神曲》。神曲那应该是龚琳娜唱的，雀神。你看杨老师就不一样，他一说雀神的时候，他就拍了一下我。雀神，雀神，你确实是雀神呐，老赢呐，对。摸牌摸，差不多的手法，差不多啊。杨老师是属于对舞台啊要求特别苛刻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杨老师来彩排，排每个舞蹈，排每个舞蹈的灯光，对，一直到凌晨4点，哇，就为了把最美的表演呈现在大家面前。您这但是身边的人扛不扛得住啊？我这个人是本着一种孔雀精神吧，孔雀都是凌晨4点钟才睡觉啊。电视镜头经常是。
你在动脚的时候他给你腰部的镜头，你在动手的时候他给你脚，对，所以我很紧张。就天天向上已经约了我将近两年了，700多个日日夜夜，对呀，不停地跟他打电话。两年的时间，我们的摄像终于找到哪是腰了，对呀。所以我很害怕上电视，很害怕。刚才我们看的什么春晚啊什么，我看了都觉得很难看，那个不是我打的光啊，对对对对，是您光顾跳舞。今天杨武要跳的那个是我帮我们跟他一起打的光，光他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这个欧弟是特别有感触的啊，因为他平常也很喜欢跳舞，他就觉得为什么每次做脚步动作的时候给脸给的是一个脸部的表情。有一次呢，在台湾上电视节目表演月球漫步嘛，他是在往后移动，就是脚的最重要。对，但是那个镜头就拍了上半身，然后跟我一起移动，然后我就等于没移动。还有一个歌手，他在舞蹈里面加了翻跟斗的动作，然后他翻跟斗，结果那个镜头跟他一起翻跟斗，所以他也没动。所以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些状况。所以我们舞者特别怕这个镜头不到位。您看，您是很多人的偶像啊，很多人崇拜您啊，您自己有自己的偶像吗？我有时候特别崇拜一只小蚂蚁。哦啊，蚂蚁多好啊，背起比自己身体重几倍的，哎，一定不是啊，哎呦，这个对了吗？对，你对了耶，加油，不要放弃治疗。对，你真的很崇拜他，你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舞蹈家，身材多好，身材好，这是没话讲了哈。关键他们有团队的队形，我的很多队形都是观察蚂蚁怎么排队，怎么行走，怎么扭腰。蚂蚁走路，苍蝇搓脚，苍蝇搓脚，来苍蝇，给你音乐，在音乐里面搓脚，一只特别优雅的苍蝇，它停在了半只苹果上，你看我对你多好，让你停在苹果上。哎呦，可以耶，怎么样？好像哦，像不像苍蝇？受到了欧弟的夸奖啊，敢不敢问？杨老师，您跳完这个还会接着跳吗？你准备跳到什么时候？在民间里面，像我奶奶他们80多岁，还在起舞，他们是要歌颂太阳啊，然后庆祝丰收，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舞蹈，是属于自己生命需要的。嗯，像罗罗巴斯他们那个组，我到他们那南界。他们真的可以跳3天3夜，他的那个歌词里面就说3天3夜，打歌打到太阳升，只见黄灰不见脚。哎呦，好形象啊！跳的时候都是灰嘛，只看见灰没看见脚。哇，太棒了这个词。有脚不会跳，白来世上走；有嘴不会唱，翘也无人要。哇！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讲说，你听到了吗？看见一只蝴蝶在飞，他说蝴蝶翅膀的声音在空气里面。哇，奶奶好深啊，这句话。圣人的圣字啊，繁体字是一个很大的耳朵加上一个口接下来一个字，古代善听者为圣，因为他可以听到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，特别好跟你聊得好开心哦。对，长知识长学问。谢谢杨老师，接下来给杨老师介绍一下这几大爱徒好不好？杨老师您休息一下，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特别喜欢的最爱小彩旗。哎呀，笑得特别可爱。小彩旗是杨老师的，他的四妹的女儿，从小就在侧目条看杨老师跳舞，看着看着就在那里转转，1岁半的时候好像就开始转了。听姨妈说是这样的，在这里面有时间不停的旋转，戏开始一开幕你就在转。对对，一直转到结束，春夏秋冬2个小时。不晕吗？不晕。一场你算了一下，2个多小时要转多少圈？有观众计算过是3000多圈。到目前为止演了多少场？将近200场。60万。50000圈呢？60万圈。哇，地球自转一年是多少圈？啊，超多圈的。就你看他这么转，大概得转了，如果是地球的话，得多少年了？这个得转了。好多年，这么能转，一定是有经济头脑。对，你转过身来，
各位，网络上不是特别流行一句“当我长发及腰”吗？你到目前为止剪过几次头发？小时候到现在就被我妈趁我睡着的时候剪过一次。我也从小就不爱剪头发。那你头发都一剪头我就哭。小时候第一次剪头发是我妈妈给我剪的，用一个锅盖，然后从前面剪刘海还没事，咔嚓咔嚓剪到耳朵，咔嚓一耳朵也给剪了。朋友，我从此我就很怕剪头发。你应该也比较怕锅盖吧？也怕锅盖，也怕锅盖。你现在盘个头发给我们看看。发髻腰哎，公主啊，好利落，好方便啊，连橡皮筋都不用了，哎，哇，哎，好萌啊，哇，好可爱，姑娘们留长头发吧，真的，我也要留这么长，好，都留这么长，没，你弄点方便面在后面。那个时候，大概几岁的时候来我们节目？七八岁的时候啊，漂亮吧？你今年几岁？八岁。去年呢？去年六岁噻，六岁完了，算数太差了。去年是七岁，明年才是六岁。呸！想找到他打鼓的精髓，找到精髓了吗，韩哥？找不着。他是被姨妈呀按照非常自然的方法带大的，多自然，就是散养。那干嘛就干嘛？你说放养？上学呀、啊？进过学？没上过学，就是、没有进过学校，请家教在家里面。你现在喜欢有些明星，你喜欢吗？安吉丽娜·朱莉。我也喜欢。那你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剧？像《Vampire Diaries》那样。新人那个什么？吸血鬼日记，吸血鬼日记，小五特别着急，那个吸，那个吸，吸了半天，哎，吸血鬼，还什么，还什么，还什么？再说几个，我们也特别喜欢看美剧，新出的初代吸血鬼吧，那个叫，你怎么都喜欢看吸血鬼了？这么喜欢吸血鬼？他现在到了14岁啊，就爱美嘛，然后经常就会照一些自己的照片，哇，完全一看你就是喜欢看吸血鬼日记，那是你自己画的吗？吃饭的地方免费。免费画的，应该是吃完饭就变成这样了吧？你看粘的那么紧，粘的。当分配角色的时候，分配你演时间，你自己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好玩。赚不着吗？刚开始很好玩，然后中间会烦，然后但是到舞台上第一次演出就觉得哇哦，太美了。刚知道你就是演出这个剧的时候是要一直转一直转，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在台上转到后来不行了呢？所以就训练了一年。定点转2个小时3000圈，不间断。我曾经访问过一个那个印度舞的舞者，他也是转了非常多的圈。他说转到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会有愉悦感，那40分钟之后呢，他说就会感觉跟神接触了。哎，你想想看，3000圈呢？对，2个小时哎。对，转着转着，舞蹈结束的时候，他已经像一个螺丝一样已经扎进去了。就是你转圈的时候，他们在演出吗？你会不会去看他们台上的表演？会哦，还可以当舞台监督，还可以看。叔叔，问题来了，你转的时候是顺时钟转还是逆时钟转？这样是什么？逆时针。那如果有一天你是顺时针会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对，我两边都可以。哎，我们跟他一起比一下转好不好？确定，那个呕吐袋给我来吧，预备。不行了。我不行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，你让他歇会儿。好，欧弟要吐了，要吐了。对，我还找不到收拾他的方法。天旋地转，我要教大家一个方法。当你马上停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蹦一下，就是舒缓一下。不信你们俩再转转。我们俩不转了。汉神兄已经有点不行了吧？那晕是什么感觉？这句话好刺激。现场有没有自认为特别会转的？不能输，俩戴眼镜的 ，PK， 预备。走，彩旗你也要转，就快点，
你看人家转得多好看。转快点，小伙子，跟着音乐走，找感觉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着音乐，跟着音乐。你别老噎。这个转的太有意思了，一边转一边甩。他刚刚抽了一下。对。好，你俩坐下去，我们待会儿团里面会找你的。哎，彩琪，在你心目当中，姨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抬头就能把天望穿的。望穿。哇，哎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在我心目中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厉害。方方面面。那你会不会？哎，你不要说方方便面面面啊，一下就数了四盒出来了。你长大之后想不想成为像姨妈这样的人？顺其自然吧，活在当下。你看这小孩转完圈之后说话都不一样了啊。对，回去我们也学学转圈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雌孔雀萨朵、杨武。你多高？多高？168。啊，你怎么显得这么高呢？那是因为跟我站在旁边吧。他168呀，真的只比我矮那么一点点。哦，我作为1.86米啊，他没看出来。哎，你等一会儿再说。大家有可能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他怎么发现你的？是不是你们家牛丢了？喊了一嗓子。我在进这个团之前，其实曾经是云南音像的一名观众。第一次看的时候，都已经激动的流眼泪。有一天，学校的老师就让我过去给来的人跳一段吧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，什么情况？对，我就去了。初生牛犊不怕虎嘛。果然来的是老虎。后来通知我到团里去排练，我一看呀，怎么会是这个团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你第一次看见杨老师是什么感觉？我直接不敢跟他说话。现在人家是国家一级演员，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单人、双人、三人舞蹈。都是拿银奖，这个是很厉害的啊。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能跳舞，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很开心了。因为现在学舞蹈的孩子每年出来这么多，挺多的。对，真正能走到这个舞台上的人其实少之又少，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。从他身上也会看到一个故事，也许有一天天天向上的观众也会上台变成主持人，有可能是你哦。你指的那个有可能稍微那个的，那个还小一点，那个还是太小了。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有可能会延续他长大。刚才彩琪说杨老师是一个抬头就能够看穿天的人，啊，他其实真正的单位是中央气象局的，不是，不是看天气啊。他平常生气吗？其实杨老师脾气特好，偶尔的时候会有一点。他生气是什么样子？没抽风看天嘛，那是没抽风啊。他怎么生气？杨武啊，杨武，杨武，肌肉状态，肌肉状态。杨老师，你觉得杨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？我觉得杨武他这个人就是保持了那种人性本来的那种专注。你看，我经常说让你有人性嘛，你这孩子，我怎么没人性？你老是忘了这。接下来来，请他表演一下。哦，杨老师的经典之作《雀之灵》。耶。
太美了，哇，我就这么就飘走了，都不想讲话了。所以你就觉得在艺术面前，你除了震撼、震撼、震撼之外，你就只有屏住呼吸。对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。刚才是这个雌孔雀，接下来雄孔雀，嘎雅，你好，嘎雅本名叫岩晶。叫矮金，矮金，矮土，矮土，矮金是佤族人，今年多大年纪了？92年的，九二年的，有点着急了吧？21岁，你是怎么被杨老师发现的？